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石清文老师。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是干燥剂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刚刚吃了一包海苔，那里面有一包这个干燥剂。好，那我们看了一下，这里有写哦，silica gel，silica 就是那个 gel，就是所谓的细胶。那 don't eat，好，OK，所以这不能吃。那干燥剂大概有三种成分哦，第一种是矿土的，第二种是石灰，第三种是细胶类，就是这一种。好，那这干燥剂也是有危险性的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它不能再密闭哦，因为它会产生水蒸气啊，因为它放热嘛，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拿剪刀把它剪开。刚刚有沾到一点点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倒进去哦。干燥剂把它倒进去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加一点水来试看看这个干燥剂。好，就记得哦。一定不能再密闭，要很小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加一点水进去。仔细听哦。声音吗？哦，刚刚在跳动。好，给它放着，观察一下。哦，旁边再给它加一点。再近一点，来观察一下哈。它刚刚其实有点碰到水。声音没有很清楚啊，吼，听到啪啪啪的声音，来开，近开一点好了。啪啪啪的声音，有听到吗？好，有。刚才跳动了，有看到吗？刚跳起来了，
刚刚一直听到这个啪啪啪的声音，好，所以这个干燥剂在使用的时候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拿来乱玩，好，这个是有危险性的，好。